好，我们看我们的讲义。祷告的必须性与蒙福，下面的第十一是属灵征战得胜得灵魂的一个秘诀，就是借着祷告。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十八节一同来。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有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今天要跟一个人传福音，你要释放他的灵魂，你要先怎么？看到吗？先为他祷告，在天上释放，在地上才能够释放。在天上捆绑，你先为他的灵魂祷告，捆绑仇敌在他身上一切的作为，先为他祷告，然后地上就产生捆绑跟释放。同样，你去到一个新的社区要托放，你就开始要为这个地区教会附近的每一家每一户做捆绑跟释放的祷告。祷告会是有目标的，甚至能够把他的门牌号码、姓什么、所有资料都找出来。哦，我这个祷告会，我们就是要为这个地区的一个灵魂得救的征战祷告，提名的捆绑仇敌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捆绑在这个地区空中属灵气的恶魔，要捆绑这个仇敌在这个地区的这个拦阻跟工作。很多的教会没有办法脱方，只是在那边做工、传福音、做工，没有天上的释放跟捆绑，没有空军先轰炸，有地上的陆军可以打赢吗？这是 common sense， 对不对？在这个战争的最普通的常识都知道嘛，你没有先用空军去轰炸它，你地面部队能去吗？你去敲门，别人赶你出去，啊，砰，关门不给你进来。但假如你真的好好先空军先来轰炸他，啊，为他提名的捆绑仇敌在他身上的作为，释放他的灵魂，压他的眼睛能够看见，然后再去叩他的门。金小姐，我要跟你传福音啊！好好好，进来，啊，你发现不同了，感觉不一样了，懂吗？因为你已经空军已经去了。今天很多的教会，包括宣教士，他们去那个地方不好好的祷告，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不懂得怎么用权柄来做征战捆绑的祷告，所以在那个地方五年十年看不到果效。再加上一些教会宣教士，他们是福音派的，不相信神的恩赐能力，也没有医病赶鬼的权柄，更看不到果效。因为这些不信的人，他们要看到你的神是真的，要看到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你要做宣教士，假如你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圣灵的恩赐，你不能做宣教士。 Not qualified, not well equipped， 没有装备好。你最少在祷告上有装备，知道怎么祷告，怎么用祷告来捆绑征战，同时你需要有圣灵恩赐的装备。真的是面对属灵的征战，就像保罗面对以律马，可以跟着属灵的征战，啊，我知道你是众善的仇敌，你是魔鬼的儿子，我现在宣告你的眼要瞎。你看这种属灵征战，把他捆绑，把他打败。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否则我们宣教很难很难。为什么很多宣教士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看不到什么果效？只是有一个热心爱灵魂，但是没有装备好。耶稣叫门徒要被圣灵装备，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从上头得到上头来的能力，那个能力的装备，恩赐的装备，祷告的装备，啊，所以求神让我们看到，借着祷告，啊，有属灵征战的得胜，啊，得着人的灵魂。最后，借着祷告，
来成就神的旨意，也可以说是神旨意成就的一个的方法。神的旨意怎么成就呢？就是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放到雅各书第五章来看一个例子。所以我不相信这个教会三年五年不会发展的。假如那个教会三年五年都不发展，一定是那个传道人，他不知道怎么祷告，他不知道怎么去传福音，他不知道去怎么做耶稣所做的事。他以为传道人就是在那边安排在聚会、讲讲道，分享分享，不是只是做这个 routine 的东西。你在神面前如何祷告领受异象，然后把你的异象传递给同工、然后去做个人布道，然后做门徒训练，一两年教会就绝对翻转的。怎么可能一个教会二十年原地踏步二三十人，怎么可能呢？一定是传道人没有装备好，或者他没有蒙召、他只是一个和尚当和尚当一天和尚打一天钟，他只是责任所在敲敲钟、排排椅子、就是搞个聚会。传道人的蒙召，传道人的装备是最基本的、好，我们看雅各书第五章，第五章是七十八，一同来。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以利亚借着祷告带下神的恩雨，同样的也是借着祷告封住这个天不下雨。不是他的祷告本身有这种能力，那是神要彰显对以色列的审判，借着他的祷告天不下雨。所以你看到这个天人合一的一个关系吗？的确，假如我们的祷告是行在神的旨意跟安排里面，你一祷告不得了，就看到那个真是天崩地裂的这个果效。就好像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一祷告天崩地裂、因为神的旨意要透过他得着禁主的传家，要在腓立比建立一个碉堡的教会，所以一祷告神的能力彰显，大到你不能想象、所以让我们祷告有一个信心、透过我们的祷告神的旨意就彰显跟成就、我们不要论断什么是神的一个安排跟旨意，就好像耶稣说凡是祷告凡是撒种，你就尽量去传福音，尽量去撒种，尽量的祷告，碰到善良诚实的好土，接着三十倍六十倍。同样的，当你的祷告与神的旨意是联合的，是神的旨意跟安排的，就产生你意想不到的果效。所以我们不住的祷告，多方的祷告，你不要去论断究竟我这个祷告是不是神的旨意。有病人来癌症末期的，你不要担心是不是神的旨意，你就尽量为他祷告就对了。 Amen。 碰到神要透过这个人他的医治带来他的救赎，带来整个家族的改变，我们不知道神的计划是怎么样，但是让教会每一个月最少有一件大神迹，要有这样的信心。将来你带领教会牧养教会，求神恩待教会，最少一个月有一件明显的神迹。那你要神迹出现的话，你自己要有这个信心、你不能说哎呀有病人来、神的旨意是怎么样呢，祷告了就、愿神的旨意成就，那你就不是在保护自己吗？你不要讲这些保护自己的话，你就凭着信心宣告耶稣是医治你的神、因着他的鞭伤你要得到医治，你要凭着信心去宣告、为他祷告，你自己先有信心、尽量撒种，多方的祷告。一
百个当中只要有一个看了果效不得了了，也值得，对不对？啊，你那个礼拜祷告了十个人，两个礼拜祷告了30人，到了一个月祷告100个人，又有一个够了，啊，有一个就够了，对不对？明显的瞎眼得看见，瘸腿的起来行走，癌症得的医治，够了。啊，我的老大以前在圣何塞有一个，他叫有机教会，叫 Organic Church。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中国的教会，不要有个教堂来聚会，他用家里面聚会，在 shopping mall 里面聚会，在公园去聚会。有一次他去公园聚会，带着7、8个年轻人，哎，看到一个太太坐着轮椅在公园推，哇，这批年轻人都很有信心哦，围着他关心他，然后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哇，噼里啪啦的这年轻人围着祷告，方言祷告，什么祷告？祷告到最后，那个人居然可以起来行走哦，哇，那么成个家族信耶稣啊，哈利路亚，很单纯的年轻人。有一次我老大更有意思，他跟我讲见证，他说你知道我们有一次去 shopping mall 传福音，你知道我们怎么传的？我们在那边聚会敬拜赞美，在 shopping mall， 然后呢看到一群年轻人走出来，我的老大就过去问他们说 Do you want spiritual psychic？ 你要不要属灵的算命？ spiritual psychic， 年轻人喜欢这个 psychic 嘛，对不对？算命嘛。但是我的老大说是 spiritual psychic， 是属灵的算命。为他们说要，完了老大就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然后一祷告就看到他的心里的光景跟问题跟情况，一个一个在那边宣告，啊，然后而且神给他智慧的言语告诉他你要怎么样，要小心，要怎么怎么样，哇！祷告完，所有的年轻人说，哇，真的有神哦，所有都愿意去参加他的那个小那个organic church， 是要这样来传福音的，啊，懂吗？你需要有恩赐啊，啊！很多年前，我跟师母带我老大去欧洲，第一次去欧洲，结果有一个弟兄开日本餐馆，好漂亮哦，请我们去吃饭，跟着太太，然后吃完饭呢，我老大呢就有感动说，我能不能为你们两个祷告，为他们夫妻？哇！结果他一闭上眼睛祷告，他说：“我看到你们两个像两个岛一样，越来越分开。你们越来越分手。”哇！一讲完之后，这两对夫妻啪啦啪啦哭啊！原来他们正在闹离婚。结果我老太一为他们祷告，就把他们的问题讲出来，他们就觉得真的有神爱他们哦。透过这个小弟兄根本不认识他们，把他们的问题讲出来，哇！就在那边祷告认罪悔改，神都知道啊，神都看见了，啊，你看你们的光景，我们是陌生人，只是为你祷告， 就把你们的问题讲出来了。结果后来教会知道这个事呢，请我老大去讲道，用英文讲道，老爸爸的翻译，哎呀真是糗啊，我没得讲道，儿子上去讲道，感谢主，青出于蓝，大家看到他有恩赐嘛，让他去讲道嘛，我在那边帮他讲英文，我帮他英文翻中文，哎呀我从来没办法这样翻译，只有帮儿子了，没办法，啊，有恩赐好吗？弟兄姊妹看到你有恩赐就给你机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求圣灵给我们恩赐，啊，那他我老大的恩赐就是他很有信心给人医病的恩赐，啊，知识言语的恩赐，啊，有一次我带他去北京也是一堆弟兄姊妹就找到他，不找我祷告，就是找他祷告，找他祷告得灵，啊，有恩赐。我的重点就是说需要有恩赐，啊，特别的要去托方去宣教，你没有恩赐很难很难，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啊，祷告，啊，成就神旨意，啊啊，的一个最具体的一个，啊，方法。好，所以我们看完这12点，有没有什么的分享？我每次去中国发现了神的灵真的运行在中国，不但弟兄姊妹的渴慕，而且常常聚会
会我为弟兄姊妹祷告，我这个手我是发麻的，好像圣灵都浇灌我的手。我在美国比较少这种情况，但在中国常常这样。然后外人一祷告，好像有能力出来。有一次一个中年的姐妹，我不知道她眼睛是看不清楚的，我这个一为她祷告，她说啊，感谢主，我眼睛能看清楚了。真的是很多很特别很明显的神迹都是在聚会当中，特别在中国，因为神爱中国，借着神的启示见证所传的道。当你真的在神的心意当中，我真的发现在中国传福音呢，宣教特别有神的同在。我接着在中国一连续讲的礼拜四的飞机到中国，礼拜五就要我讲道，我还时差都还没倒过来，我都头晕晕的，但是很奇妙，一站上去，哎，头脑都清楚了，就开始真的讲的时候，好像神的话就像活水江河，恩膏的教训就出来了，神就在动工。然后连续在中国一讲了十堂道，哇，我按着人来说我好累啊，下了讲台我累得不得了，但是一上去呢，能力就来了，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真的是要祝福中国的教会，神的启示啊，你讲到的人经历神的启示，要听到的人，你发现他们真的，他们真是领受，他们真的是渴慕，他们真的是吸收，不像在北美，真的你叫他来他都不来，所有都是教友，不叫就不就没有啊，叫才有啊，这好难呢。在北美，我常常觉得北美是钓鱼都钓不到，好辛苦的。在中国，你是一撒网，就135条都是大鱼。哇，你看到弟兄姊妹那种渴慕追求，哇，从远地各地坐车一两天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渴慕追求啊。讲完一堂，他说：“王牧师晚上好像没有。”我说：“没有安排了，只有只有上午跟下午。”我一累得不得了，讲了8个多小时，都累得不得了了。他说：“问我晚上还有没有？”我说：“你们的牧师没安排。”渴慕啊，啊，在北美的话，真的是好像人的心就是没有敞开，啊，人的心就不晓得被什么东西挡住，啊，但是我真的看到神的心意，现在在中国，啊，你只要你肯被神用，肯定你的教会一下子就几百人，啊，我有个学生，回到山东。他只是在我们学校旁听，哦，旁听了几个学期，结果回去哇，在山东带领个教会，现在几百人，啊，都还没毕业，啊，把我们丰收学的东西去那边用，在那边讲道。那半年前他还给我个 email， 问到这个耶稣的人性神性的问题，啊，我不是send给你们吗，啊，就是他问我的这个问题。哇，他也看了好多的资料，啊，我后来回他一个 email，真的只要你行在神的心意里面，真的是就会看到果效，啊，我真的感觉到神的灵现在是运行在中国。只要你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神的奇迹就随着你。你不会讲到的，一站上去，你好好的在这边祷告预备一下，哇，就一站上去，恩膏的教训，神都用你的话去感动弟兄姊妹，啊，都是圣灵在做。所以，啊，让我们真的是啊，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啊。所以，我常常跟师母祷告，神啊，给我们丰收开路，让我们丰收搬到中国去。哈利路亚！在这里招生太难了，那么多神学院锦上添花，大家争来争去干什么呢？我们丰收搬到中国去，你们也不需要那么痛苦，要去搞签证啊，还要搞这个搞那个啊，房租那么贵。上来求神要我们在中国，我接着跟中国的一些同工已经宣告了，我说为我们丰收祷告，神给我的意向要办一个神学院，是300勇士的神学院。什么300勇士呢？第一年级100人，第二年级又是100人，第三年级又是100人，每年100个学生毕业，哈利路亚。然后还要找10个博士进去，还有个博士班20个学生，我们有10几个博士，能够颁发传中国第一个博士学位的神学院，学生住在那边一个大楼，啊，
有这个灵修管理的，有行政管理的哈、啊。汪浩、张弟兄，你们将来都要进去啊，做左右手啊，要为这个意向祷告啊。你们这些毕业生的，常常来我们这个中国的丰收讲道。啊、你看校友来了啊，你看约瑟山东大福星的健将来了啊，那个荷兰大福星的啊真理来了啊，真的，我求神开路。今天中国教会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就是全备的神学院，不是只是老师从国外来教个三天五天，今天这个老师，明天是不是另外一个老师，都没有系统，也没有深入，要真真正正的用三年时间埋在神学院里面，啊，把原文神学真的好好的读好，然后读完道学硕士、圣经硕士。神学硕士再读两年，然后神学博士再读五年，一个完整的神学的装备少不了十年了。你们现在在丰收只是一个最基础最基础的，只是给你们开个小门、哦、啊。假如你们没有机会再读神学硕士或者神学博士，你们要好好自己一生读书啊，否则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供应跟牧养，辨别诸灵、啊、能够辨别异端，能够真的把一个丰富纯正的真理去教导弟兄姊妹。十年的装备，我盼望将来在中国的丰收能够有一批人可以读神学博士，最少十年的装备，拿到博士学位，然后他就会被差派到别的地方去办神学院。今在中国教会、家庭教会那么多的信徒，那么多的传道人，但是真的受过完整的装备少之又少。巴不得像台湾华神的这种的声量，现在台湾的华神已经是非常真的是完整的，他们图书馆的安排，他们的教授的阵容，我在华神读书的时候只有一个博士，就是林道亮，他是语言博士，其他的教授都不是博士。但现在每一个教授不是德国拿博士学位回来的，就是美国拿博士回来的，都是博士学位啊！巴不得将来我们在中国的神学院是要达到这个声量啊！真的是用三年时间住在学校里面啊，老师给他们生命的带领啊，就是我在华人的时候很痛苦的，林院长早上六点钟就来敲我的门，起来祷告，起来祷告，快，院长敲门了，快点爬起来祷告，就是盯着我们的生命啊。每天中午吃饭，林院长就开始看到我们学生的问题就骂我们，所以我们中午通常都吃不下饭的，因为林院长都整天骂我们，你们怎么，哇，就对我们很严格的训我们的。将栽培三年，你们做传道讲道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讲道学在华神学了三年了。第一年跟周连华学，他说不够；第二年我们跟沈保罗学，学了他说还不够；第三年我老人家再叫你们第三年，所以我们哪一届是讲道学学了三年啊？所以他老人家在盯着我们啊，真的。需要有一个神学院，老师同学住在里面，不是是去打工的，专心埋在那边三年了，才能够打下一点基础。所以我感谢神，我的希伯来文的基础、亚兰文的基础、希腊文的基础，就是在华神埋了三年。希腊文读了三年，希伯来文读了两年，亚兰文读了半年。没有这些基础，我根本没有办法去读博士班的，因为博士班要求你德文、拉丁文、希伯来文、亚兰文、希腊文跟英文六种语言。所以将来我们在中国的丰收也是博士班最少要五种语文的，你读博士班，因为你要看教父的资料，你要懂拉丁文；你要看马丁路德的资料，你要懂德文；近代神学的发展，你要懂德文。所以这两种语文你一定要有。要圣经语文你一定 要有，希伯来文、希腊文一定 要懂，否则你不知道圣经讲些什么原文。
所以我们要祷告将来中国的神学要起飞，真正建立一个完整全备的神学院，需要你们这批校友去支持 Amen、啊、要为这个中国的丰收祷告、啊、不但我们能够去神开门、啊、而且真的是为这个意向祷告，我们要300勇士的教会、神学院，哈利路亚。那我们现在在美国捞鱼也只捞到30个学生都不得了了、啊、太辛苦了、啊、在中国办神学院好，在中国办教会更好，你们不要有任何的这个美国梦，这个美国梦是没有用的，中国梦，阿们，因为神的灵在中国，你只要肯回去，一下子教会就几百人，我告诉你，你要在留在这里啊，我告诉你，美国的教会你在这里是做 babysitter 的，我告诉你 babysit 也是会有、啊、帮他们解决问题啊，帮他们解决儿女困难啊，啊在真的是帮他们换尿布，我告诉你太辛苦了、啊、真的说 babysitter 在美国、啊、都是在做爱心工作，在中国的话你真的是一撒网人就是一网一网的信耶稣、啊、所以让我们虽然身在美国，但是我们是有中国梦啊、所以习近平讲对了，我们要有中国梦，但他的中国梦跟我们的中国梦又不一样，哈利路亚、啊、那最少我们也有一个梦，哈利路亚、啊、好，我们快点、啊、Number two， 看我的讲义，祷告的基本操练、啊、我想我们过去也应该知道这个最基本的操练就是行动，使徒行传 XA 是什么 ？Adoration， 神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赞美神的全能、圣洁、公义、慈爱。所以你祷告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赞美，啊，敬拜赞美。C 是什么 ？Confession， 来到神的面前，被神光照。真的是看到自己的软弱跟亏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如同马丁路德说的，我们基督徒不单单是信主的时候悔改，而且要什么 daily repentance， 每一天都在祷告里面真的被神光照，看到自己的亏欠，自己的软弱、啊、confession。 第三 T thanksgiving、啊啊、感谢神救赎之恩，生命之恩，在生活上各方面的恩典、啊、所经历到的这些恩典、啊、献上感谢 Thanksgiving、啊、要 S 是什么 Supplication 代求、啊啊、为在上执政的代求、啊、为教会来代求、啊、为传道人来代求、啊、为宣教的、啊、这些国家来代求、啊、然后也为自己来祈求啊、个人的需要、啊、儿女的需要、丈夫的需要、妻子的需要、啊啊、祷告、啊、所以这个五样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啊啊、四样 X Adoration Confession Thanksgiving and Supplication、啊、好，我们只看这个 Confession 的一个重要的经文，在诗篇66篇18节。所以怎么可说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就不需要认罪祷告呢？奇怪，66篇18节，好，一同来读18节。主必不听，所以我们一定要、啊、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认罪的心、悔改的心、啊、好让我们的祷告、啊、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被罪拦阻。那么你看到 confession 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天主教也讲 confession？ 但天主教的告解呢，有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你不可以自己直接跟神认罪悔改得着赦免，
你需要来到神父的面前，透过神父的权柄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赦罪，叫做 absolution。 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天主教这个 confession 里面的一些的内容。其实它的内容的过程呢，是比今天的基督教更深入的。他说你要得到罪的赦免，你一定要先知罪， know 知道你的罪，先知罪，你错在哪里，你在哪里得罪了人，你的罪是什么。不但知罪，而且你要 acknowledge 承认，这真的是个罪，我真的是得罪了神，得罪了人，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从知罪认罪悔罪，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你要真正的畏罪伤痛悔罪，哎呀，我怎么会犯那么严重的错，我真的是难过，真的是懊悔，真的是痛苦，要畏罪伤痛懊悔。要不单是知罪认罪悔罪，你还要有一个离罪的决心，求神给我一个清洁的心，帮助我，我能够离开这个罪，从此不再犯罪。天主教要求他们的信徒来到神父的面前，得着这个告诫的罪的赦免之前，他有看到这几样，不但是离罪，他们还加了一个叫补罪，补赎你所犯的罪。所以怎么去证明你真的懊悔呢？真的是为罪伤痛呢？你要证明啊，你要有些行动，去修桥补路，做善事啊，用行动来补赎你所犯的错误啊。他们叫 satisfaction 补罪，就是你真的需要有生命的改变，有行动证明你真的是离罪了啊，真的是悔罪了。那这样那个神父才到最后就宣告你罪得赦免了 absolution。 所以不像我们今天基督教那么简单的啊，好像啊，我就认罪了，就骗骗牧师啊，牧师我认罪了啊，我犯错了，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一个认罪恢复的过程的啊。所以让我们在神面前的认罪也是那么的真实的，真的知罪啊，要认罪悔罪忏悔，然后离罪，而且用你的生命的行动证明你真的悔改了。你怎么伤害了你的妻子，那你就要加倍的，然后在你过去的错误真的是改过来做给他看啊。一回家不是整天就是在那边上网，来是站在他旁边，在厨房旁边帮他做菜，帮他洗碗啊，帮他打扫清洁。你要实际的行动证明你真的悔改了啊，不是回家哎呀好累了，脚一踢就在那边看电视上网，就有实际的行动。天主教都是要求他们的信徒要真正的有行动的改变，但他们又强调到过分到一个地步，你的行为决定你的得救，又跑到另外一个偏差。但是我们基督教又太不注重行为，因为只讲因信称义嘛，不要讲行为，又走到另外一个偏差啊。所以天主教的信徒他们是很有见证的啊，因为他们很重视行为，这个行为关乎到他们的得救的啊。但真理是错，但是他们真的很有见证啊，甚至即使神父修女爱主那个地步，把他们终生就是嫁给耶稣啊，没有个人的家庭啊，一切都为了耶稣，很有见证的。所以我在天主教的中学读了七年，圣方济中学 St. Francis Xavier School， 我真的看到几次他们叫神、叫修士叫 brother，
他们都是耶稣会从意大利派来，从德国派来，都很有学问，但是很爱我们这些学生哦，跟我们一起打球，一起踢球，跟我们做朋友聊天，真的很好的见证。以他们的学问，应该他们的待遇呢是教授级的待遇，但是他们一分钱都没有的，所有的生活费都是修道院这个修院给他们的，管他们三餐住，给他一点点零用钱，没有钱的他们就是爱耶稣，然后就用教育来宣教，都是很有学问的，都是耶稣会派出来的。所以我七年在天主教的中学里面，真的看到这些天主教徒，这些修士神父他们的见证，很有见证所以为什么天主教在全世界还是有他们的影响力。好，有事信义会，信义会 最早期的时候出了一批人，因为马丁路德的学生听了马丁路德说我不知道律法，也不要再讲律法，你信了耶稣，律法就没有它的功用了，因为律法只是让我们知罪信耶稣，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不需要知律法，也不要再讲律法。因为马丁路德很怕又像天主教这样讲律法讲行为，又把信徒带错了，所以在当时有一批学生都误会了马丁路德的意思，就变成反律法主义，不需要守律法，也不需要管律法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了没有一个律法可以控告我们所以也不需要去管律法，就产生所谓的反律法主义，然后带来很多的犯罪的败坏的事情，在早期的路德会里面，好像这样的一个太过分高举因信称义的而不注重行为的这种的倾向呢，今天在信义会里面还是有所以为什么后来从信义会里面出了这个敬虔运动Philip Spanner， 你记得我们在领袖神学讲，他们就非常重视这个生命跟行为所以需要分辨怎么说律法只是就是让我们去犯的，不是让我们去守的，这是真的是邪恶的教导等于是故意叫我们去违反律法了。有个叫赖恩犯罪论，这个是很可怕的错误的很可怕是赖恩成圣论，不是犯罪论。我们白白的得救称义是不需要靠行为，但是当你得救之后，你绝对是要靠行为努力成为得胜者成圣所以等一下召会我会特别讲到这个信息。这个跟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点相似对，所以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得救的确据，你一次得救永远是神的儿女，把它带歪了。本来这个真理的确是一个圣经的真理，让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确据，有一个感恩，但是很多人就把这个的教导了带歪了，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犯罪也得救，所以没关系，不是这样来带跟应用的不是赖恩犯罪不是的，乃是我们看到得救真的是白白的恩典，神的拣选，神的拣选没有后悔，神用永远的爱爱我们，让我们更谦卑更感恩这是关乎得救的一个确据。但神不单单让我们得救，更要我们得胜，得胜就是要靠你的努力了，你永远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但是神要的不是单单只是一个信徒，神要的是个门徒，神要的是一个得胜者，神所要的是诚意跟 成圣所以很可惜的就是原来这个真理是对的，
从马丁路德，你记得我们在系统神学已经看到，从马丁路德到加尔文，也就是新教的一个基础神学，得救的确据，来告诉神的拣选跟神的作为。但是其实奇奇怪怪的异端呢进来了，就是说啊，一直得救，因为得救，犯罪也得救啊，然后赖恩得救论，其实都是就是把这个纯正的真理把它带歪了，然后就让人去否定这个得救的确据啊，很可惜的啊，是这些人把这个重要的真理讲乱了，讲错了。对，不能抹杀的，不能抹杀，就是马丁路德恢复的，就是一部分的真理，一部分，就是你不把前面给他抹杀掉，也是不对的。对，在马丁路德他的改教运动有不完整的地方，第一，他忽略了这个成圣的道统；第二，他也忽略了这个密契派领袖的道统，他把密契派打掉了。第三，他也没有真正的恢复到圣徒阶级式这个道统、啊、基本上他所谓的圣徒阶级式只是应用在个人的祷告跟得救这件事情上，没有应用在侍奉跟教会的建造上，基本上他还是用那个主教制，天主教、这个路德宗现在还是有主教的、啊、没有让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可以起来侍奉的平台。所以最近这几十年的小组运动呢，或者叫家教会的运动，就是恢复真正的圣徒阶级式，让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小家，一个小组，有一个侍奉的平台，有四个 W， 小组教会四个 W 大家都背了吗？都应该会了吧，你们灵粮堂的四个 W 是第一个是什么？没有那么快 ，Welcome 破冰嘛 ，Welcome。第二 ，Worship。第三，查考圣经 ，Word，W-O-R-D，Word。第四个 ，Work 侍奉，啊，查完经的大家来参与侍奉，啊，为他祷告，跟他传福音，给他发预言，给他医病，大家都忙得一团了，大家都要有恩赐的展现，真的教会都动起来，圣徒阶级式。所以还有两年，马丁路德改教五百年，从1517年，究竟马丁路德的改教带来多少的好，或者带来多少的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时候。新教里面有很多东西，哎呀，在真理方面也不完全。最糟糕的一样，马丁路德的改教呢，带来我们新教一个分裂的 DNA， 从他跟慈云里的分裂对打，到30年的宗教战争跟天主教的对打，那个征战的灵啊，跟分裂的灵啊，一直埋在我们新教，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我们基督教很容易分裂，因为从我们的老祖宗马丁路德就是这样，我们真的要认识认罪。赦免我们 Protestant Church 新教基督教这种分裂伤真的灵、啊、彼此批评论断定罪的灵。所以为什么清新会长老会就互相批评，一个是婴儿受洗，一个是新儿受洗，然后福音派跟灵恩派的骂来骂去，这些东西啊，其实背后有个根的，那个征战分裂批评的灵啊，从马丁路德一改教之后就是这样。你看连慈云里对付那些重洗派都是以前他的学生啊，抓了丢到河里面把他淹死的，对，你们要重洗嘛，好，我就把你丢到河里把你再洗一次，把你淹死，真的是这样了、啊、甚至连加尔文对付一些的异端也是用杀的，很凶的、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自己要去反省、啊、我们基督教有一些好的地方，但是从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很多的也是偏差错误的地方的。在欧洲的30年战争，还记得我们讲灵修神学跟历史神学吗？欧洲的30年宗教战争带来什么结果啊？
带领整个欧洲的老百姓弃绝宗教。你们这些基督徒、天主教徒打来打去，打了30年，让欧洲民不聊生，从此就带进了17世纪的所谓的启蒙时期。我们以前太笨了，像小孩子被骗了，讲什么天堂地狱。我们现在长大了 ，enlightened， 我们的眼睛亮了，看清楚了这个美丽的世界。你不要再追求什么天国了，我们把这个地上这个世界搞好就好了。你看你们这些讲天国、讲天堂的人，整天打来打去，害得我们民不聊生，对宗教冷感，开始讲理性，讲启蒙时期。自己好好去干，啊，人定胜天最重要，人要自己去努力，不要再讲上帝了，不要再讲天堂了，这些带来我们咒诅跟战争啊，没有意思的。从启蒙时期进入这个后来文艺复兴时期啊，讲错了，讲翻的，从启蒙时期这样的理性时期，啊，所以整个不信的文化，就其实是我们基督教。自己本身做成的，是我们自己打来打去做成的，失去了整个欧洲，直到现在，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真的从历史当中我们去检讨，啊，也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可以看得更远，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啊，好，那么我们还有点时间，希望把这个祷告的意义把它讲完，啊，让我们一同看讲义，究竟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什么？祷告绝对不是单单只是跟神祈求而已。假如我们真的了解祷告的意义呢，你就会爱上祷告。第一，祷告是与神交谈灵交。谈心，哦，你们没有啊？写一下，好，对，那改天要补上去啊。对，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少了这个第三点。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第六章，看看什么是大卫的祷告。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诗篇，看到大卫他是怎么祷告的。你从这段里面看到他跟神表达了些什么，有没有看到？假如你是大卫，你发现你讲了些什么东西，跟神祷告了些什么东西，他里面提到什么？他提到他的需要，对不对？啊，求神不要责备他，不要惩罚他，也提到些什么啊，意志，包括他的软弱，因为我软弱，我骨头发颤，表达你的软弱，你的需要，你需要神可怜你。到了第三节，他更把什么，他内心的什么感觉也告诉神，神啊，我的心很惊惶，有没有这样祷告过？神啊，我的心好难过，神啊，我的心很痛苦，你要把你的心情告诉神，这叫谈心，不是只是谈表面。将来你要跟你的女朋友要谈心，啊，哎呀，我心里很难过啊，怎么怎么？你要谈心，不要整天只是讲你的工作，啊，你要了解他的心情啊，你最近怎么样啊？你在想些什么啊？有没有什么难过的？你要谈心，你看大卫他真的能够跟神谈心，把他的心情告诉神。我心大大的惊惶。再读下去，你发现他还表达了什么？啊，他求神来搭救，甚至他把他流了多少眼泪都夸张在神的面前。我的眼泪把床榻都飘起，也是夸张了，啊啊，把褥子湿透，也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说那你看我真的是哭得要死啊，你怎么还不来帮助我啊？啊，还没死，啊，他说他哭得要死啊啊，所以你就发现祷告不是单单只是一个报告或是一个祈求，乃是你跟神谈心，把你的想法、把你的需要、
把你的感觉，把你的难处，把你的情况，把你的问题都跟神谈，你才是祷告，很活泼的。甚至你看看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是怎么跟神祷告的，是一个完全是一个 conversational prayer， 可以跟神谈话，甚至是谈判，你看吗？很活泼的啊，从五十个艺人一直谈判，跟神谈啊求啊，到十个，一来一回跟神谈。谈话 conversational、啊、所以祷告绝对不是一个机械式的在那边求、啊、在那边只是讲你的需要，乃是一个很真实的生命的交流，谈话交通谈心，真的是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把你的感情，把你的感觉，把你的需要可以倾倒在神的面前，解释祷告、啊、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倾倒浇灌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第一解释祷告，第二祷告其实是个敬拜。所以记得刚才我们读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当我们在那边赞美祷告的时候，神的宝座就临到了，就带下一个敬拜。我们、一同来读诗篇九十五篇，九十五篇的，我们先读第二节，然后 跳到第六节。第二节，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第六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他，歌颂他，向他祷告。但是更重要的是屈身的敬拜。一个真实的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第三，祷告更是一个亲密的跟神的团契。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提到这个团契的事情。第九节一同来，神是，大声一点，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得分原文是什么意思？团契。神拯救我们就是希望恢复人与神之间的那种亲密的灵交跟团契。那我们怎么跟神团契呢？就是要祷告。因为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我们亲近神，神也亲近我们。我们怎么亲近神呢？就是借着祷告。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神透过我们的祷告带下什么？他的同在，主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经历到神的同在，与神亲密的一个灵交跟亲近，哪里就有我的同在，我就在他们中间。这祷告一个重点是经历到神的同在，而不是单单把我的需要告诉神。甚至像我们刚才读耶稣的经历，他祷告到天开了，父跟他说话，解释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
所以祷告乃是经历到神的临在，经历到神的同在。甚至在诗篇十六章十一节，大卫经历到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祷告乃是经历到神在我们当中，在他的面前，在祷告当中经历到我都在主的面前，而因着这种的与神的同在，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经历到满足的喜乐。我们再看历代志上十六章从八到十一啊，写一下啊，我们改天再补这个讲义。十六章找到吗？十六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求告他的名，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你看到吗？大卫来到神的会幕，要求告神，跟神祷告，唱诗歌颂，目的是什么？寻求他的面，要经历到神的同在。能够在这样的祷告经历神的同在当中，充满了神的荣光，充满了神的喜乐。所以祷告乃是亲近神，遇见神，经历神。所以假如你的祷告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果效，表示你还是只是在那边打报告。祷告是一个灵里面亲密的与神的团契跟享受，寻求他的面，寻求他的能力，他的同在，这是祷告。第四，写下来，祷告是侍奉。是啊，前面讲到是交谈啊，祷告是与主交谈谈心，祷告是敬拜，祷告是团契同在，祷告是侍奉啊。我们看一个例子，撒母耳的例子，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二章二十三节，好，一同来。至于我，找到吗？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写下来，十二章二十三节。好，一同来。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好，所以撒母耳虽然啊，他要退下来啊，但是他的祷告不停止，因为这个祷告是他的一个侍奉啊。假如他不祷告，他是得罪耶和华啊，所以他用祷告来侍奉啊。那么同样的，我们看到啊，耶稣诞生之前啊，神感动了一些。在祷告上面啊，去预备耶稣道路的人啊，比如说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三十七节，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三十七节，好，我们看这个亚拿的这个女先知三十七节。现在已经八十四岁，并不离开圣殿，尽是祈求，昼夜侍奉神。他用尽是祷告，昼夜侍奉神，为到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降临来预备，来做祷告。这个亚拿女先知，那同样的这种祷告是侍奉的观念呢？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就更清楚了，十三章，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祷告浪费时间，祷告就是一个侍奉，而且是最重要的侍奉。十三章，你发现初代教会整个宣教运动是在祷告的侍奉里面开始的。十三章第二节，好，一同来读，很重要。他们侍奉主，看到吗？他们是怎么侍奉主的？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他们以禁食祷告作为他们教会的主要的侍奉，而不是说领聚会才是侍奉，或者是做什么事工才是侍奉，祷告就是一个重要的侍奉。而且我们看旧约呢，也看到同样一个观念的，很有意思的。譬如说，我们看好了，我们时间很紧凑，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当初神对以色列的拯救出埃及，看看那个目的是怎么说的。我们先看这个第三章的十八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十八节。他们必听。耶和华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是要与你同在，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好，这里提到离开埃及是为了什么？要什么？祭祀耶和华。把这个祭祀画下来。这个祭祀在希伯来文是 avad， 这个字除了表达一个献祭的意思，也是表达敬拜 worship 跟祷告，好让以色列人去到旷野可以在那边祭祀敬拜祷告耶和华。那再看看这个祭祀的含义啊，很有意思的。再翻到出埃及记第九章，讲得更清楚，第九章十三节，在那个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看到吗？其实这个祭祀敬拜就是什么侍奉，这两个不能分的。”你千万不要以为侍奉就是事工，其实一个真正神要的侍奉是祭祀敬拜跟祷告，祷告就是一个重要的侍奉。好，这是祷告的四方面的意义。然后第五，祷告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好，刚才我们也讲过了，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特别我去读出埃及十七章，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征战，当摩西在山上举手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怎么地下就得胜了。所以祷告是一个属灵征战，是一个 spiritual warfare。 第六，再写下去，祷告是一个支取神的丰富。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到第八节，祈求就给你们，不但支取神各方面属地的丰富，祷告住在基督里更是支取神生命的丰富。你就经历了约翰福音十五章枝子跟葡萄树的生活，能够多结果子，多结出生命的果子。你需要在祷告里面更多的亲近神，与主联合，住在他的里面， abiding in Christ。 所以解释祷告的六方面的意义。 好，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就一同在神面前